高雄传出惊险碰撞车祸，一辆砂石车与另外一辆自小客车都要上匝道，结果两车在匝道口发生了碰撞，小车被推挤歪斜撞上护栏，也让后方民众吓坏了。砂石车右转，轿车也右转，都想上匝道。那我拿给他们。两车抢一道，小车不敌大车，碰撞推挤下歪斜撞护栏，把后方民众吓坏了。螃蟹走路呢？只是轿车明显撞毁歪一边，还照开。为避免影响车流，持续行驶至中正交流道后报警处理，林南则未停车，禁止驶离。重回现场，这处路口车辆右转没问题，但转过来仅剩一道能上匝道，会有点互不相让，因为这个中间也没有那个对齐线。会觉得这边很危险吗？会，他就常发生车祸。当天车祸双方是62岁轿车女驾驶跟61岁砂石车驾驶，女驾驶后续在下个交流道报警，但砂石车没停也没报案，这部分先被认定有疏失。至于造责对错，警方厘清，转往屏东则发生死亡车祸。当地是5号支路口，警方初判自小客车右转，疑似未礼让直行机车，骑士伤重，急救无效，断送性命。记者简宏修、苏世伟，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